你去告诉桃子，让他跟太子妃说，今晚我不去跟他一起用晚膳，我要去跟顾两弟一起用晚膳。是，还有，一定要让桃子告诉太子妃，然后再来跟我回话。 真就这样把原话说给太子听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小姐，哦不，我们太子妃说了，让你一定按照原话原封不动的转告给太子殿下。那好吧。嗯，快去吧。哎，桃子，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就要这样子赶我走啊？我不是赶你走，不是你说的吗？ 召集会太子殿下的话，那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算了，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呢？傻子。 殿下，怎么样？太子妃怎么说？太子妃说，她从来没打算跟殿下一起用晚膳，所以殿下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。哦，桃子还跟我说，一定要把太子妃的原话告诉殿下。肝疼。什么？你肝疼？那要不要我去叫太医给殿下瞧瞧？不用了，知道你耳朵聆听得清楚。那殿下明明知道我什么都能听清楚吗？